首先我们要放血，杀他之前把他眼睛蒙住，他在很激动的在弄。拿把刀塞进去，转进去，这边大龙该更方便啊，这要更大，转一下，然后他就下来了，从这边剪刀剪开，剪刀剪开，第一刀这里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呢在这里各剪一刀，拿手这样按着啊，好，然后呢手翻过来，指甲你这里有个圆圈圈，推一下，推进去，推第一条，推完了以后推第二条，第三条，推到你可以把握它的时候，整个一个肉就可以拿下来了。龙虾壳，龙虾肉，好，锅里边放一点油，放入葱段、姜片、蒜片，煎出香味，好，葱姜你看啊，啥都不要放，来，这个烤东西就是这样烤的，来来来，还有用勺子，还有勺子，放一口高汤。然后葱姜是最难烧的，其实味道没有嘛，盐一颗半，糖一克，白胡椒粉半颗，碾一点点进去，不要穷形穷事啊，不要捏着把进去，加个盖子啊，稍微烧一下，这是最简单的烧出龙虾的方式。那你烧其他的蟹，其实也可以这样烧，白蟹也可以这样烧，都可以烧。你如果因为白蟹的海产品是死的，所以你放块豆腐进去。勾个芡啊。这是南非龙虾，大的龙虾你要水多一点，然后烧的时间长一点，烧法一模一样。